在家中呢，如何判断新生儿黄疸的严重程度？首先呢，第一步要确定宝宝是否存在一个黄疸啊，我们可以看宝宝的巩膜是否发黄。第二步呢，我们看黄疸的严重程度。黄疸呢，我们在临床上一般分为三度：轻度、中度还有重度啊。如果宝宝呢仅仅是颜面皮肤发黄啊，其他的部位皮肤不黄，那么宝宝的黄疸等级属于一个轻度。如果宝宝的皮肤除了颜面发黄之外，可以有胸腹部的皮肤，还有四肢、肘膝关节以上皮肤发黄，说明呢这个宝宝处于一个中度的黄疸阶段。如果呢宝宝全身出现个皮肤发黄，甚至呢波及手心还有掌心，这时候呢一般属于一个重度黄疸。重度黄疸呢一般非常容易出现一个胆固脑病，如果呢不及时治疗，则可能遗留有不同程度的神经系统后遗症。最后呢还有一个注意事项，观察宝宝皮肤是否发黄的方法，一般我们用食指还有拇指捏起宝宝的皮肤后放松，如果呢看到有一条黄色的印记，说明皮肤发黄，严重者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一个皮肤发黄。皮肤发黄的程度呢以宝宝的症状加起来决定疾病的严重程度，如果宝宝出现一个精神差、吃奶差、嗜睡等等情况，不论黄疸分度是轻度、中度